网友封为推车哥的阿贝，徒手推车四处漂泊是网友对他的第一印象。其实这辆坏掉的车是他的家，所有家当都在车上。网友说，平时的他胸前挂着八卦镜，很常出没在东区的马路上。台南检举魔人苏大妈苏宝兰，2018年大闹复健科诊所，违反医疗法被判5个月，得一颗罚金15万1000元。